好，三年级的小朋友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检讨6月25日的线上小考。好，请你们看这个荧幕哦。来，首先呢，这个页面就是我们线上小考的页面哈。那一开始呢，填上班级座号姓名。好，我们这个，老师先就假装在小考我填一次好了哈。因为我老师如果没有填的话，就没办法到下一页啊。好，按继续。那这次的小考重点是大部分是听力测验哈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大题呢，哈，仔细听，选出正确的生字。这个大题小朋友呢，比较会哈，错的人比较少。好，你看这个第一题哈。第一题，这个是我们 Start Uni 里面有讲到那个 number 哈，有看有小朋友都忘记了哈，那老师没有复习，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呐哈，你们自己要去复习呀哈，老师，想说这个考题来给他考一下哈，所以有一两个小朋友错，那大部分的小朋友还是对的哈，这题答案我是 fourteen 哈 fourteen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的题目哦，你们都是对的，只有这个 number four 第四题这个错最多哈。这个念的是 father 哈，可是有小朋友可能看太快了哦，看成 farmer 哈，a farmer 好，那念的时候是 father，OK？那好像有一个小朋友还也是选 brother 哈，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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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差很多呢哈。那 father f 跟这个 farmer。好，第一个 F 可能比较接近哦，所以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哈。这题答案是 father，all right。好，那其他的都比较没问题。那老师先也是先选一下，然后跳才有办法继续哈。如果你选两个答案哦，这样会算错哦。你说老师，我就他好像都可以选，我就全部选，不行啊。哦，你如果全部选的话，他都会算错哈。那现在老师，因为老师没有让你们播放 CD，我们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就继续哈。好，那再来，我要让你们听这一题了，因为这一题是教是考 phonics 的部分。那这个这一大题就是小朋友错最多的。那小朋友 phonics 一定要学好哦。你如果 phonics 呢，不认真学的话呢，以后会影响到你对这个单字的发音还有对单字的背诵跟记忆哈。那这个大题我们就从头来听一次哈，重点就是那个母音啊，a e i o u 哈。好，我们来听一次。Listen and mark，仔细听发音，发音与发音字相符画圈，不符画叉。One Wet. Wet. E e e a a a wet. Two Sad. sad 是 add，以它的它这个 i 是 e，所以是 Three Pot. Pot. o o 啊啊才对，所以是叉叉。Four Kid. 好，中间的音 i i i e。Five. But. But 是 u 才对哦，是叉叉。好，那你觉得说老师，他念得好快哦，他念得很快，你就可以重复播放啊，好，再听一次也可以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就按这个重播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再听一次，好，所以他这个大题考的就是中间那个母音，好，那小朋友你一定要熟悉哈，如果你不熟悉的话，请你多听 CD 哦，课本 CD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那下一大题呢？哈，listen and choose。那仔细听问句，好，两个不同的回答句，那你要选出适当的回答句编号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会念问句，然后两个回答句。那回答句呢，他会说 one 是什么什么答案，two 什么什么答案。那你就看哪个答案是正确的，就。点选，好，我们来听一次哦。
Listen and choose. 仔细听问句及两个不同的答句，依据图片填入最适当的答句编号。One. Is it a cat? One. Yes, it is. Two. No, it isn't. It's a bird. It's a bird. Is it a cat? One. Yes, it is. Two. No, no it isn't. It isn't. It's a it's bird. A bird. Two. Are you strong? One. Yes, I am. Two. No, I'm not. 箭头这个。Are you strong? Strong. One. Strong 嘛、huh? Yes, I am.Yes, I am. Two. No, I'm not. Three. Are you tall? One. Yes, I am. Two. No, I'm not. 箭头指这个 no. Are you tall? I'm not. One. Yes, I am. One's yes. Two. Two. No, no I'm not. I'm not. 所以选 two.Four. Who's she? One. She's my sister. Two. She's my mother. Who's she? Sister. One. She's my sister. She's my sister. Two. She's my mother. Five. Is she a farmer? One. No, she isn't.She's a cook. Two. No, no she, isn't. She isn't. She's a nurse. She's a nurse. Is she a farmer? One. No, she isn't. She's a cook. Two. No, she isn't. She's a nurse. She's a nurse. Six. Who's she? One. She's my grandmother. Two.She's my mother. She's my mother. Huh? That's a mother. Who's she? One. She's my grandmother. Two. She's my mother. She's my mother. 好，继续。好，那再来就是阅读测验了。那阅读测验，哎，反而小朋友错的就比较少，因为可能我们之前都有给你们考过了哈。好，那也是一样啊。这个是 number 好 twelve 这个好 twelve， OK， 好，那我这个都好像都考很多次，我们快点咯。好，那有两个人做比较，那这个呢 ，Finn 对不对？你不能说 a boy， 因为他两个是他主要是要考你两个人做比较箭头这个嘛，好，所以是 Finn。好，那这个是 a rabbit， 没问题。Grandfather， 没问题。那这个呢？那你说老师，这个是男生看得出来吗？而且呢，他是在这个书桌上面写字啊，所以他是问职业 ，a student。好，那你也不可能选 mother， 也不可能选 girl， 也不是 teacher 就会在黑板上那边教书嘛，所以是 a student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那再来哈，你要看句子，选出适当的答句或者是回应句。Who's he？ 问你 he 哦，问你 he 哦。Who's he？ He？ Who's 就是问谁嘛，哈，他是谁？那你就要讲啊，哈 ，He's my 哦，这个 she 就不对了哈 ，He's my father， 好，问他是谁？那为什么第二个跟第四个不对？第二个是 he's strong， 他在问谁呀？你说他很壮，好，那这样子就没有回答到他要的答案。好，那第四个是 he's 13， 他是谁？哦，他是三岁，哦，也是一样答非所问。好，好，那再来 number two， are you tall？ 问 you 哦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问 you， 你要回答 I， yes I am， 你不能说 I don't know。你高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啊，自己的身高应该自己知道啊，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啊，
所以第二个答案不行。那第一个跟第四个更不行，它都是回答一侧。Okay, number three, is it a cat? 问一侧哦。Is it a cat? 那你就要一侧回答咯。Yes, it is. 其他都不行，其他都是人啊。I'll see you, 再见。Are you okay? 这都是 you, 也是人啊。No, I'm not. 这个 I 也是人啊。所以一侧问就是问，就要一侧回答。Alright, number four, let's play. OK, 好，这个是那个每天的那个绘画哈，那个小绘画对不对 ？Let's play, 我们来玩吧。OK, 其他都答非所问啊。I'm strong, 我很壮，我们来玩啊，我很壮，好，答非所问，我们来玩啊。I'm 12, 我是二岁，也答非所问。好 ，Excuse me, 哦，这是什么？很抱歉打扰了，好，也不对。Number five, is your sister a student?Your sister. 哦，这题比较难哦。Is your sister, sister 就是 your sister 就是你的姐妹。Is your sister a student? 啊，你的姐妹是学生吗？好，那你看哦，姐妹是不是女生？所以要回答 she, 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no, she is a student. 不，她是个学生。哎，已经说不了，怎么还说是个学生？所以这不对。No, she's my sister. 她是问学生啊，怎么会说到我的姐妹呢？哈 ，No, 她是我姐妹，这样子也答非所问。那这个根本就不用看，因为她是回答 he， 就不要管她哦。然后最后是答案是最后这个 ，No, she isn't. She's the teacher. 哦，我的姐妹是一个老师。哈，所以 your sister 回答 she 嘛？啊 ，No, she isn't.She's a teacher, 哈，问职业的，又回答职业的。好，这样子就考完了。那你说，哎，我要再检查一次，那怎么检查？你可以往上，哈，往上移呀，好，那再来嘞，你也可以往前面翻页呀，返回就是往前面翻页。那你往前面翻页，你的答案都还在呀，好，知道吗？你答案都还在，你还可以改哦。哦，你看都还在哦，哈、哦，所以是可以检查的哦，好，好，那你觉得检查都 OK 了，就继续，就是往后翻，继续就是往后面的题目，好、哦，移动，好，那都 OK 的话就按提交啊，这边要打个勾，我检查过了才可以按提交，好，那老师现在先不要提交哈，我只是要跟小朋友来检讨这次的小考。哦，有一些题目稍微有一点点难，你要稍微动动脑筋，但是大部分都不难哈、哦。那我们这次小考，哎，小朋友也有人考100分呢哈、哦。虽然有些小朋友还没有考，还缺考哈、哦，但是有考的小朋友呢，老师数一下 ，one two， 哦，有考的小朋友 one two three。Four five 哦，甲班、乙班、两班的小朋友有目前有5个人100分哦，哦，所以并不难哈、哦。发现小朋友是越考越好，比上次又更进步了，哦，所以小朋友你们要加油哦，以后哦，也许还有这种机会考线上小考，你一定要哦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考试方式哦，好、哦，并不难，好、哦，很简单。